美发设计师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，想精进剪裁技巧，我们该如何选择进修课程？ TG 的剪裁系统能帮助你打破旧有的剪发思维。如果你刚好遇到瓶颈，但没有接触过 TG 的教育，不知道自己的程度该选哪一堂课，那我很推荐你从这一堂课开始。系统剪裁里一天可以让你学到两款发型，在一天的课堂中，你可以快速的认识剪发的架构组合，包含有效率的分区和层次的控制能力。理解这两项技能后，未来你会更喜欢剪发。准师两年以上的设计师，或者是资深的设计师，如果你想了解 TG 全系列剪裁课程，你也可以选择从这一堂课开始。我记得在当设计师不久的时候，在一次的染发课程当中，老师检查我作品，我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，于是我就很自责。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，后来我发现了，我并没有把自己归零，不够谦虚的在学习。从那一次之后，我坚持固定进修，我告诉我自己，不管上谁的课，我一定要在老师身上学到东西。从那刻开始，我回想了好几年，我真的好像没有遇到瓶颈过。系统剪裁透过系统化、架构化的方式，带你打破旧有的剪法框架。欢迎想加入 TG 全系列课程的朋友，从这一堂课加入我们吧。TG 的课程已经可以上线报名订课咯，欢迎设计师透过网站报名，了解更多的课程讯息哦。